我们走那么远了，有没有？哇！我们祖先不知道怎么样，为了生活才找到这个路。因为这块土地是在六十几年的时候，我一直跟随着我的祖先，他教导我很多，当然他教导的有没有，全部都是很有用。为什么？他们的智慧真的很强。所以哦，我这边伤感呢。 然后再回味以前我父母亲带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下雪一直下雪，那时候真的超冷。睡了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有下雪，为什么？因为在父母亲的怀抱，他们宁愿冷，不要给小孩子冷，所以这父母亲真的是真伟大。 这个也是那个什么鸟？白兰花莓的警戒声。哦。这个。以前我们北部的打雁传统的箭竹啊、谷仓啊，都是用这个竹子做的。对，然后这个叫打雁的话叫卢骂，对，卢骂就是这个贵族。 我姓庄，我叫庄徐凡。那我的达彦的名字是撒运，因为我小时候是在达彦的部落，在桃园的比亚善长大的。那我现在的工作呢，最主要是从事原住民族狩猎自主管理这一件事情。而我的副业呢，就是在做这个部落的深度旅游。我希望透过部落的声音，能够把部落真正的观点去传达出去。 好，让我们这些客人能够去理解。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机缘，所以我跟司马库斯部落，就有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连结。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到司马库斯这个旧部落营地冷月民宿这边，我们来找一位马骂里旺，让由马骂里旺呢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探寻司马库斯这条古道的前世今生。 前面是味道西嘛，那个叫 Gongs Genuk。 那为什么你要西叫 Gongs Genuk 呢 ？Gong 就是达彦的话里面 ，Gong 就是西，小溪的意思，小溪就是叫 Gong。 然后 Genuk 就是有味道的。那为什么叫有味道？是因为以前这边打猎的猎人，他如果从部落一出来就打到猎，但是他觉得他还要再打，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先把他打到的猎物，先拿一个树藤绑着，就浸在这个河水里面。 那这个河水浸久了以后就会有味道。那如果很多猎人都是常常在这个河谷去先把它的猎物先冰起来，像冰箱一样冰起来，所以这个久而久之这个就有味道了。所以那个有味道的叫 skno， 所以这个溪有味道的溪就是 long skno 这样子。台湾的高山民族都会用溪水的这个特征，来做那个猎物暂时保存的一个场所。所以现在。 族人用国语来讲的话，都会把它讲的是冰箱一样。对，这条古道呢，它后来就变成了是一条除了狩猎以外，还有就是一个姻亲道路。
先从迁徙开始，然后透过狩猎还有姻亲的关系，让司马库斯跟星光真喜堡这边的部落，在早期路还没有开到里面的时候，他们都是经由这一条司马库斯古道下到宜兰，下到蒙孟英氏那个地方，去跟这边的宜兰人、宜兰的达样做一个姻亲关系的连结，或者是东西物品的交易。好，所以这条古道虽然是大概300多年前族人迁徙过程经过这边，但是在公路还没有建好之前，其实这条古道族人走的频率是非常的非常的频繁的。有那个喇喇在叫了，哦，他在抗议我们。见面了哦，还是摸月的是吧？累了，一点点累。对。那所以以前也是走这条路嘛？对，就这条路。对，只是说稍微弄宽，因为游客的到来有没有稍微弄宽点。那最早的古道，最早我们达彦迁徙的古道也是这边这一条。对。然后这边上去，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讲嘛，它那边往上的是那个，没有办法。他那个是我们衔接到神木上去那边有没有？神木上去就连接着这个古道，所以以前的古道就是从前面岔开往上，对，往上一直走。往上一直走。现在因为没有人走，有没有都被那个树枝，以前不是那个台风很多嘛，树枝都打到那，过是可以过了，对，比较很辛苦哦。那我们走了。其实我们部落以前的那个文化有没有都是很团结，以前都是整个部落就是好像是我东引汉，你知道吗？我东引汉就是好像是一个部落，就是一起共享吃饭的。你装到一个山枪，不管是山羊山猪，都要分享呢。对，共识团体，你看。对啊，对。叫那汉名叫姓何，人可和，明天的明，发财的发了。然后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叫我何李旺。从小就在这部落，你们刚刚走过那个，我在那边生的。还没有国小就走过了，为什么国小就走过？我大哥有没有从这里搬到那个英氏村那边，号称叫做王梦。然后我大哥回去回来都会跟他。从那边上去会接上面那个路，然后那个路以后还有那边还有一个路又可以接下去又回这边都有。这个是刚开的嘛？这次后来开的。对。以前是往这边，然后接着古道就往上面，然后这边路很好走了，然后他们就是到神木往上切。对，你看我们过去走。所以这是一个古道的变迁，因为现在观光的关系，对，所以就旧古道就反正就没有人走了，没有人走了。对。
百斤就这样背过来啊。对了，然后累积下来，到了这么岁数有没有？嗯。一些关节啦、啊、骨膜啦，全部坏坏掉了。对啦，以前布农族的协作也是，都是这样。对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从这边到那一座山，以前走3个小时，现在哈、哦，我看2天走不到了。所以只能在家里后啊，安详的过日子，是吧？没事，我去动物园接一只马过来。好、嗯哦。这边最多就是以前啊，最多就是熊嘛。嗯。然后山猪啦。其实我怕山猪呢，不怕狗熊呢。因为狗熊它的动作可以看得到，嗯，它要打你，它动作都可以看得到。先威吓，对啊，它因为它要攻击的时候，它就跟人一样站起来嘛，动作比较迟钝。山猪子是一闪啊，就冲过来，对，就冲过来就把你砍了一刀啊。那它獠牙真的很利哦。我们。北部的泰雅族哈，就是我们这边的讲法是，我们这边都发源在南投的比斯布干这个地方。大概在300多年前，族人耕地不够了，啊，人口也变多了，所以最后呢，决定从斯白样出发。啊，从斯白样出发以后，后来就是南也有三兄弟啊，那个的一个故事，传说故事。后来迁徙的过程到了斯元雅口叫古里斯卡布这个地方，那接下来三兄弟就互相分家。啊，那其中一只是往大坝尖山那个方向走，另外一只是往南澳那个方向，另外一只就越过自愿垭口，直接下到现在的兰阳溪这边。那其中呢，啊，到兰阳溪这边以及走大坝尖山边边的这边的人，刚好是在司马库斯那条古道的，啊，东边跟西边。那后来族人在开拓的过程里面，那有一部分族人，啊，他们就是在越过司马库斯那个林线，就是我们桃园那边彭孟山那个林线的时候，啊，在迁徙的过程里面有发现这个奇隆这个湖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鸳鸯湖，啊，然后司马库斯那边的人呢，因为他们是马里光群、马里光群的，那他们在迁徙过程，啊，包含在定居跟狩猎的时候，也有走到这个湖，那所以这两边的族人就会有这样子的交流。吹果粒哦，金字旁再一个那个锥，锥子的锥，但是金字旁。那个吹果粒，那我就没有办法称它。对，我们原住民叫六，嗯，那个树种最硬的就是它。嗯，你做这个刀柄有没有？都不会断掉啊。对，那个我以前的硕士论文，吹果粒也是可以做刀柄。对。我要原住民的，不管走到哪里不会迷路呢，好像有固定的指南针。对，不管再怎么走也不会迷路。传统猎人也是这样子。对啊，对，我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管再怎么走有没有，我的方向感是都会出来。哎，走这个方向，我走26天那是乱走，不是走这条路，完全没有路的呢，乱闯的呢，还是会回来。嗯，就是原住民有一个车针，真正一个真正是叫做什么？固定型的指南针，都知道方向。就你们所说的，就是那个在台北时，我们就会迷路，各有千秋了哦。因为从小就，我是真正是从小在森林里面为伍的，一直到至今。
不是哦，这是冷山，铁山。铁山。哦，不对，香山，香山，香山。对，更正，香山，那棵香山。香山可以长那么大？对，哦，香山也很大。哦。那个碧绿神木就是香山。山哦。嗯，对，我们就说我们看住什对，那个香山没错。为什么要放铁网，你知道吗？这个铁网是游客啊，嗯，他在这边靠，他这边有人来嘛，他这样一靠，竹子断掉，然后滚下去啊，滚下去就往生啊。因为刚好这边是最陡的一段，嗯，对，以前是竹子啊，因为竹子几年前就烂了嘛，就这个，对，就像我们旧部落一样啊，嗯，那些游客说，为什么没有？没有以前的房子。我说我们原住民都是以地取材嘛，有竹子就盖竹子，有石头就盖石头。嗯，竹子经不起很久的时间呐，会烂了。你们当然看不到那个以前的房子啊。那这个停在这边。啊。嗯。既然他们来了，给他叫一圈了。啊。好。好不好？好。刚是一分呢，还没有来过。一分之内。讲句日语叫做美尼基跟吉诺基嘛，对，吉诺基叫美尼基，但是单人的话呢，我们都叫巴鲁，巴鲁嘛，巴鲁就是全部呢，对，就是这不是，对，不是只有针对哪一个树种，不是针对是什么红块、北块那个巴鲁就是好像全部都是红块都混在一起了。这是红块扁柏，他们这种很大的全部都叫巴鲁。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叫巴林？就是巴林，桃园的巴林就是。巴弄真的几乎已经跟我算是朋友了，啊，对啊，来见到他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相信雅雅应该也很开心，又看到我。对，就是
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不会去砍这么巨大的树。虽然掸叶其实语言里面并没有讲神木，那神木就是平地人的讲法，但是他们对巨木这么大的木头其实也是会很尊重的，所以是不准去动他们这些树，因为他毕竟就是，就譬如说他们会把这棵树叫雅雅，他眷顾的这一片土地，他照顾的跟他一样比他小的树种，所以就跟妈妈一样。对，所以他们对这么大的所谓的拔弄这种都会很尊重。对，我们命名叫做他雅雅拔弄。雅雅拔弄就是雅雅是母亲，他就是跟雅雅一样，有没有？他照顾这些叫弱小的。他这第一点，我先跟你讲，为什么他会长这么粗呢？他是在水源旁边吸收的水分比较多，他才会长这么粗。你去林县的话，没有这么粗，可是他是标杆直的，一直冲上去。然后你照一下，你看，好像他也蛮有节奏的呢。他这样围起来，总共26个人这样。大人了，前我走差不多5个小时就到了呢，4-5个小时就到，啊，又背着，我说这，哎，这岁月真的不太饶人了，上坡还有下坡，我怕下坡。我现在也是怕下坡，走，北山也是下坡。对，但他那边比较陡，对，那边走就比较陡。这个到哪里啊？通到格拉布星星。哇，那么陡。对调啊，是。因为我刚才来的路上，我有看到了。会睡在我这里住啊？这个叫西子蕨，太贵，对，西子蕨。然后这个西子蕨呢，它会很特殊的地方，它是会有这个不定芽。但是在台湾的各个原住民族里面，比较老一辈的猎人，他们等这个不定芽长大以后，它长大以后像拇指差不多这么大，然后它就会掉下去，它掉下去就变成一个新的个体。但是那些猎人呢，它就是差不多就这么大的时候，他们又把它摘采回家。好，那如果说他出来耕作、出来打猎的时候，就顺便摘一些这个不定芽回去，然后晚上煮汤的时候就丢到里面去。那嚼劲呢，很像在咬花生一样，好，所以也蛮好吃的哈。这个不定芽，对。那蕨类呢，我们一般来讲，它的生殖是世代交替，就是孢子体跟胚子体，对，他们还是必须要有精卵结合。但是呢，就有少数的蕨类，包含这个西子蕨在内，他们会用这个不定芽来繁殖它的下一代，好，所以这也是很特殊的。画一个蕨类这样子。哦。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一直不断的走。我这就是小一点出来才有。因为这条古道司马库斯古道对我来讲，它是我
课余时间在带团时候最常到的地方。那因为司马库斯古道这边啊，承载着泰雅族的很多的迁移的历史，然后那边的族人跟我们桃园这边的族人也有很多的亲戚关系啊，刚好加上带团的关系，所以我对这个古道算是情有独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古道穿梭哈，以及了解它的文史，所以就对司马库斯这边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厕所的水是在这边呢。南燕以前针对这个迁徙的过程，他们都是透过口传，有一首南燕的一种吟唱歌谣，叫做冷木户。那这个冷木户呢，就是用唱的方式，吟唱的方式去讲述族人以前祖先迁徙的过程。我在什么地方停留，然后又走到什么地方，又看到什么地方，然后后来决定要怎么安身立命，然后呢，记得哈，一定要回去祖居地去跟那边的族人讲，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所以泰雅族的迁徙，其实这样子去推算的话，大概是300多年。这个都是祖先教的，哎，怎么走才会比较近啊，不会迷失啊。其实以前的登山步道，这是登山步道出来的，其实真正步道上了，我们差不多再走1.5个小时就到了。哦，就是接那个要去鸳鸯湖的那一条路。嗯，我不是跟你讲，叫做土黑，原住民叫做土黑祖上。嗯。然后就上去三角点啦、啊，三角点就在上面，这个对他感情很深处。这一条路，不管是放陷阱、找灵芝，都是走这条路的。曾经上一次在这边背过一个，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背差不多180斤的山猪。我那时候可能是30几岁，力量真的蛮大的，这就背回家。上面整群都是那个我们讲的什么呆多利，有没有？山猪很喜欢吃。然后我们的祖先就来这边放。都来走这里有没有？看看这些树，几千年的树。我也要来安慰他，辛苦你了。我是很早以前就知道说，旧的古道是在对面那边，对，好，在对面那边。那但是因为随着巨木区的观光，好，然后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要去那个鸳鸯湖，所以后来这条路才被走出来。那我们前半段当然还是会有引用一部分的旧路这样子，好，对啊。但是这条路是我本来以前就一直很想来的，因为毕竟旧的古道它废掉以后。它这条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当地的猎人在使用，对，在当地猎人在使用，尤其是以前司马库斯那个，就是道路还没有开辟的时候，
这边的主人还是有很多是从这边走这条路过去的，啊，走到宜安湖那边再过去宜兰，啊，就是到蒙蒙部落，啊，所以这条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跟这边的族人，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啊，在这个步道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交易啦，啊，或者是到那边，啊，有亲戚关系的，啊，就等于说是一个姻亲联络道，啊，所以，这条古道虽然已经改变路线了，啊，但是它的精神其实都还是在的。在深山里面，我们把它，我们这个皮，嗯，剥掉，我们盖那个什么公寮，山上的公寮，累寮啊，嗯，因为背那个袋子累啊，嗯，这个树皮有没有给它切成，切，然后就跟那个叠那个什么一样，叠那个什么，嗯，当屋顶，也不会漏水哦，又可以维持很久哦，最怕火了。嗯，稍微一点一下，它就吹吹风嘛。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是拿来这个盖屋顶的。嗯，它就等于是这样切嘛。它这样切，嗯，一剥它就用什么木头给它削平那种。擦，就一块那个什么像花一样，是啊，耐久。扁坡啊，扁坡，这边红块几乎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这边比较高，嗯，红块就比较少在这里。我们现在进到这边是那个鸳鸯湖，好，鸳鸯湖自然保留区。然后鸳鸯湖呢，在以前我们这里的打雁的名称的话，叫做不西隆，对，不西隆，就是西隆就是水池的意思。然后后来因为这边发现有看到鸳鸯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有讲说，哎，有鸳鸯在湖面上，所以叫不西隆咕噜。对，那咕噜就是指鸳鸯的意思。但是这几年其实鸳鸯就是。森保处这边的调查是鸳鸯就比较少出现了，嗯，对。那但是这里的林相啊，就是以前早期的那个国民政府这边有砍伐过，对，那砍伐过以后，现在这边已经啊就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早年的巨木比较多，现在都没有看到。不过现在因为在受文字法的保护，这边已经成立了鸳鸯湖自然保留区，对。那它里面大概一个最重要的物种，大概就是东亚黑山林。好，是非常稀少的一个植物，那所以它最主要就是保存这边的几个生态、几种特殊植物跟这里的原始生态，好，所以这边其实是非常严格管制的。
山杜鹃吗？对，台湾杜鹃。对，台湾杜鹃。它的整片都是杜鹃，为什么？啊，这个如果是它开花的时候，你们来，真的很壮观，整片都是啦。因为它湿度够，它又很喜欢，它的树根哦不会往下走，很喜欢爬行的。我们中海拔地区，气温很适合这些苔类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对，而且又加上潮湿，因为这是在我们台湾所谓森林里面的雾林带，对，然后这种雾林带就是常常都是这样子，对，尤其我们台湾刚好北部又纬度又比较，纬度又比较北，所以大概在这种海拔就可以呈现这样子的情形。那如果是在中部以南的话，大概都要2000公尺，对，1500以上。然后这边当然也是以前泰雅族的很重要的一个猎场，在这边啊，我们这边的猎场大概就是以马里光群跟桃园的狗干群，然后他们在这边如果打猎有遇到的话，他们也都会好彼此的都会分享猎物这样子，然后也不会随便乱打，所以才能够让这个地方的动物生态一直维持得很完整。好，以前的我们的祖先有没有？我岸的人来这边，我们人来这边是有界限的，有区块。比如说这一座山给你隔着，这就是我岸打的猎区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去相犯、相冲。然后到最后，如果真的碰到，以前祖先都是，如果说随心撞到什么，都会分享的。都会分享，不会吝啬。因为刚好今天又是天雨路滑，所以走这个要很小心。上来以后拉这个绳子，然后这边还有梯子。OK， 好了。还有什么七兰山杜鹃啊、鸳鸯细心、鸳鸯龙胆，他们现在分类就分得越来越细了。好，在我们以前早期刚来这边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这几个物种，但是这几年分类学的那种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又分出好几个新的物种出来，然后再加上原本的东亚黑山林，好，对，这些好都是只有在，甚至有的是局限分布在这边，好，所以它这个牌子就是有写得很清楚，好，鸳鸯湖。然后你也很久没进来了哈，十几年了，十几年没进来。是我都会在那边啊，后面那边，因为他从我们司马库是真正进入是这里，可是路不好。哦。对吧？从这边就开始看到湖。从这一带过去，延伸到司马库是没有被砍的。所以你们今天来才能看到这些扁柏啊。这里没有红块，为什么？太比较高。能看到它这些扁柏。也是不简单啊，这一延伸到司马库。以前不管多远，他们用那个架线牛笼有没有？他们的那个线已经架到我们司马库市那边了呢。牛笼啊，那以前年代那个谁敢讲那个什么讲中正啊？我们老人家说这是那种巫婆的家，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就提心吊胆，好怕哦。然后有时我来这一次，真的啊，很伤感非常多。因为毕竟这都是我祖先带我的，我才知道哦，这边的山我几乎都知道哪里。所以我们祖先真的了不起啊！我一讲祖先哦，
可能郑总会掉眼泪的。为什么？有一次我们那边有一个结婚的嘛，我们的猪喜酒都是从这里搬上去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下雪的时机，我们怎么去取暖，我们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就从那边慢慢点点滴滴的学到今日，我今日才有这个成就啊！不管哪一山，我反正我祖先遗留下来的，我都会去有动作，有没有？我才会去做哦。没想到，真的祖先的话语，真的是他们的智慧跟话语，真的，如果你能吸收到，真的不简单。我说原始森林就这样子，有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是扁柏的家乡啊。对啊，还好他们这边没有砍，如果一砍的话，一样光秃秃的。那时候我都可以说，哦，是那些什么物事？你们也是啊，比如我开的旅馆嘛，我开嘛个是干什么？我都开嘛个蛮开心。因为这块土地是在六十几年的时候，我一直跟随着我的祖先，他教导我很多。当然，他教导的有没有？全部都是很有用。为什么？他们的智慧真的很强。所以哦，我这边伤感啊，再讲下去有没有？然后再回味以前我父母亲带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下雪一直下雪，那时候真的超冷的，那一次下很大的雪。然后在他们的怀抱里，他们宁愿冷不要给小孩子冷，所以这父母亲真的是真伟大。然后一女不给孩子，我说是不然，主动他，我说是在后头慢，我说不老过来帮我。妈妈李旺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因为这个地方自从他成为保护保留区以后，那变得外人不能进来。那这个地方其实都是打雁的传统领域，但是因为当代法令的关系，连我们自己打雁的族人要从这条路一百线进来，都必须要透过层层的关卡要申请啊。所以变成说，现在很多族人想要来这个地方都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刚刚想说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李旺妈妈李旺的讲话访谈哈，他也是很感动。没有来这边了，我也来过。那所以这都没有草哦。对，那是很干净，都没有草。哇！有没有看到鱼呢？都走在这边，他们就会唱一首歌，有没有？他这歌也是怀念，然后也是答谢祖先带我们来这里啊。然后他就唱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给我们的祖先听到的。好，再唱一遍。哦吼，瓜拉本那和吉斯，牛沙米希莫，塞维宾卡兰马姆。Ana kekehenuan ia mezengun narasus kan sami
好了，就这样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所来的这个地方能看见这个湖有没有？全部都是你们带我们来。还有今日的这个鸳鸯湖，国语叫鸳鸯湖，我们叫做喜弄。然后你看，我说你们以前怎么没有定居在这里？这么风这边那么好，可能是你们没有看到。然后很感谢你们有没有？从昨天到今日都已经在保佑着我们，照顾着我们。然后后面的事情还是要多多你们照顾，就这样子而已。小时候是在泰雅族的部落长大的，等到我后来回到我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开始在重庆去认识我成长的故乡泰雅族的区域，我渐渐去了解到说，原来我学生时代我来到的这个鸳鸯湖这个喜弄这个地方，竟然是跟我以前生长环境那个地区泰雅族他们的祖先竟然就是从这边经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是很感动。虽然我本身并不是达彦的人，但是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对达彦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到这边仿佛就是跟着他们祖先的脚步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想象当初达彦的祖先从比斯布干迁徙过来的时候，那么一批人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们的那种雄心壮志，以及寻找家园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祖先有没有？要去把它逛，就是走这一条。到那上面的三角点了，你看。我们走那么远了，有没有？哇！我们祖先不知道怎么要为了生活才找到这个路，然后遗留下来的，像我们子孙啊，都知道这条路的。所以是从英式上来后走这边回司马库斯嘛？对。所以就等于说我这边下去，除了可以跟萌萌的人联系，也可以到石棍。对，石棍。对，石棍那边。南山。南山那边啊，南山那边几乎都有亲人，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先第一个走石岩崖口这边。那每一个部落都有居住过，可是有人在的地方，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生存。我们就跟他们子孙讲说，我们再去另外找一个我们居住点。好，所以刚好这边这条就是，是比鸳鸯湖那边的步道还要更早的，就是以前比较传统的步道。所以今天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来这边，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你们要陪伴，因为我们的祖先左右都是我的主人都在照顾着我们。